来玩这款游戏《乱世风雨》，王者霸业，不删档的抢先服，还有赛季啊，你进来看一下吧。喂，角色还行，这该不会又是车肥养的游戏吧？又要车肥养是不是？我发现这些游戏商啊，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欸。那近期车肥养的游戏啊，就开始狂出了，就连去年的车肥养游戏也一直在打广告，那么狠哦，要割我们是不是？那么狠哦，这一款我看起来不好割哦，这款感觉起来有点破旧。玩家很难心动的啦，高级招募，吃足哦，官品，这官品长得一点都不帅，布阵，征兵，点到最大，确认，这应该是夜游吧，拣选，确定。我们战斗也真敷衍嘿，不愧是神作。来，返回。因为玩家嘛，我看他昨天就陆陆续续都有广告了、啊。有玩家嘛，我想要看一下手速。繁荣度啊，来看到的啊，木头、粮食，还有矿产，这个是车培养的基本配备、啊。哈哈，哦，五连抽，哇，最高是紫色还是？点下去，我、哦、感觉延迟有点严重。升兵成功，地质营、啊，不是有快速分兵吗？你为什么要叫我这样一直点？那人家亲手教学也有问题耶。温馨提示，你有看到上方？未完成新手教学的账号离线超过四个小时，账号资料就被清除，代表说退友的人多啦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太劝退啦、啊，你这个太劝退了吧？然后你的伺服器还不够大，你就不想要去塞嘛？不想要塞这些无用的资料？你都知道新手教学那么冗长，人家根本不会想要做啊！你为什么不把？跟你讲。账号资料要不要被清除那是一回事，最根本的问题是你干嘛去做这些新手教学、啊、你看这样子第一张百废待兴就耗了四分钟的时间了、嗯、这个地方咧，作坊完成，建造，这都点一点就行了。占领土地，这是打地的、啊。我打那个地。怎么会跳到这边来啊？这不是好几年前的品质了欸。来，圈选，
确定，答过吗？答动了，继续占领，全选，这玩法就这样啦，这是打地的游戏啊，跟《三国志战略版》是一样的。啊，这类型游戏，除非你要做得很顶啊，不然玩的人本身就不会多了嘛。手熟送貂蝉还算是不错的啊，这貂蝉长得挺正的啊。月卡，将军令。霸业补给，我接下来要干嘛？不太想做任务了。任务解锁了，来到了第二章，好歹玩了第二章了。累积登录。啊，这边是奖励啊，升到二级。卡包是什么？啊，可以选一位哦，随便一位吧。现在出来的角色都是大家不喜欢的，比较人气的角色啊，藏得好好的，绝对不会露出马脚。我们绝对看不到，除非你中客。这里还有新手招募耶，还有白起。哎呀，对你这个也没有福利啊，你福利好烂哦。那我根本抽不到这些嘛。招募详情：金色武将 1.2%， 13名。算了吧，留给有缘人吧。我要卸载游戏了，大家拜拜。